看看新闻网。看着这张照片，你知道陈建峰扮演的是谁？就是姜子牙。什么？姜子牙不是应该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爷爷吗？ No， 这正是这部新剧《封神英雄榜》的特别之所在。说好听点是特别，其实就是一个字，雷。姜子牙不再是老态龙钟的老人，而是风度翩翩贵公子。你现在整个身体就是个至宝。其实剧中姜太公年龄是不小，但因有法术傍身，可以将自己的外貌变得年轻。不过这种法术并不稳定，一旦受到惊吓或受了伤，姜太公还是会变回老人形象。对此有网友吐槽道，72岁看起来还这么年轻，哪能叫姜太公，应该叫姜太孙吧。除了造型雷人之外，剧里姜子牙给了哪吒、混天绫、乾坤圈，给了压箱锦囊，给了姬发黄钺，真是要啥有啥呀。难怪网友调侃道，这哪里是姜子牙，简直是深藏万能口袋的机器猫。连陈建峰都在微博自嘲，原来姜子牙是救命热线，有事请 call me。